时光赋予我丰富的感知，那些直观之外的细微捕捉，探寻着内心的自然归处。很多时候，我的拍摄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，只是单纯地描绘着心中的美，以真挚的视角，身体力行，创造平衡之间的点滴触动，虚实变幻之间，自由讲述内在的坚毅力量，将那些碎片的影像组成不一样的美。定格时间，让每一刻隽永续存，任时光流逝，魅影二代美容仪。